庄严的气氛，肃穆的场景，新竹市举行106年度阵亡将士暨公允官兵追悼会，由市长林智坚主持，向国军阵亡将士与先烈致上最大的敬意。新竹市政府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办追悼会，除了要表彰阵亡将士们成人取义的精神以外，也盼望对社会风气有潜移默化的效果。追悼会现场也涌入不少先烈遗族，带着贡品前来祭拜，追思自己的家人。凯擘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。